尽量不要染红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先不要拍，要拍那种出来不一定的。下不对劲。他这个没有边界，他把这个就是什么的，他都两块钱不是那啥，有什么？你他那边看你了，没有定型。嗯。怎么样的定型？是标准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妈标准的还上不上镜？哪一台机？你在哪里？就是刚才说那种三五不是那种大车。你要牛，我们标准的嘛。你要这些放不进去，万一不管吗？那太阳这么大还可以啊。哎，不是要的两千，两千那个挺贵的。终于来了一个完整的。你这个配哪一块？配哪一块？